嗨，我是 Travis。那我们今天收到了 GTI 的公关品，这个是 Combo Touch， 专门给 iPad 用的一个智慧型的键盘。那这个键盘呢，它有磁吸的功能，吸上去这样子马上就可以用。你可以看到，吸上去之后，触控板里面马上就可以用。